迎收看2100转名开杠，浩劫72小时后，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亡的是2108人，受伤的是7824人，受困的是5557人，失踪了58人。那么还剩下最后的几个小时，就是所谓的72小时。一般的民众如果还被压在残破的房屋里面的生存的机会，那么是最后的几个小时。到底我们的政府能够还可以救出来多少人？我们的民众还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今天在浩劫后的72小时，也让所有的观众朋友共同来观察。但是一开始呢，为各位我们介绍，我们在现场有三位来宾，分别是民进党团立院党团的总召集人林议员李委员，欢迎到现场来。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国民党团的立院党团书记长韩国瑜韩委员，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新党立院党团的总召集人郑龙水郑委员，也欢迎您。是主持人，各位观众，还有各位受灾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让我们一开始先看看在接近72小时目前抢救的几个灾区的状况。首先我们请TVBS 记者李金玉在新庄博士的家有最新的抢救。实际上在刚刚不到15分钟之前又有一次的余震，那么在震央是日月潭5.6级，在台北感受到的大概是1级，我们的整个的摄影棚的灯光都在摇动。那我们请李金玉报告刚刚抢救的最新状况。金玉。是的，涛哥，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博士的加大楼倒塌现场。除了在今天早上11:45挖出了孙玉群的尸体之外，目前最新消息是在308号3楼，一家五口有4个人被活埋在其中。而刚刚呢，是找到了有一个小孩子的头部，看到头发了。那么两个小孩子是睡在一起，因此很可能呢，在待会儿就会马上挖出他们两人的尸体来。而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来自法国，还有来自匈牙利，总共有11个人的救援小组，带了6只猎犬，现在也马上要加入现在在新庄市的博士之家的这个救援工作行列当中。那么刚刚也知道发生了余震啊，而这样的余震情形也使得在这个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大楼的情况也非常危险。而在今天的整个墙壁的敲打工作，有很多人是来自于各地前来帮助会敲打墙壁的专业技师的义工们。在我身边的这位彭先生，他就是一位义工，您可以谈谈您当初是为什么想要过来这里帮忙的？哦，对，我是看到电视，主要所以工具赶快带一带，就赶快拿到这个现场，而且又住在这隔壁没有多远的地方，所以赶快到这边。你是国外赶回来的？啊，对，所以赶快听到这个消息，赶快回来。是。那刚在余震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最下面的地方，而且你的脚上已经被划了一个很大的撕裂伤口，你要不要谈谈你刚刚挖掘的情况？为什么它的困难处在哪里？它是真的被那个很多梁柱跟楼板。楼板，它整个楼板跟整个地板夹在一起了，夹在一起根本没有办法动弹了。所以整个钢筋啊、水泥啊都粘在一起，所以还要用一些特殊工具，才有办法这样子。那现在这个小孩子已经看到头部，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尸体拉上来呢？最快时间也等到早上才有办法了。对，好，目前在现场的搜救工作，事实上呢，在这个新发现了王家的这个小孩子之后呢，马上就会再继续进行其他的挖掘工作，而这个尸体很可能在很快的时间当中也会被挖上来。目前这是在新庄市的最新状况，把镜头先交还给涛哥。是，谢谢金玉。不知道在现场还有没有任何可能的这个生存的迹象啊？那么是到浩劫72小时之后，一般说来就是最后的一些的时间，但是在最后的几个小时，是不是还有一些的机会？我们再继续请 TVBS 记者温建军在巴德路的东兴大楼，也让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在抢救的最后的几个小时之内，还有没有一些可能幸存的。好的，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在台北市东兴大楼的正前方。到目前为止，现场的最新情况，罹难者已经累积到20位，受救的民众总共120位，其中只有105位顺利的存活下来。而我们看到现场的大楼不断的往下倾斜下去，主要是现场搜救单位已经决定要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把整栋大楼给夷为平地，继续往下搜救。我们看到大楼不断的倾斜下来，危险性越来越高，很多工作人员都已经撤下来。另外，现场经过台电人员刚抢修之后，虎林街还有巴德路交叉口右侧已经恢复供电。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还给棚内主持人。由于在目前呢，持续有各种的余震在发生之中，在这个17分钟之前，
那么在日月潭还发生了5.6级的地震啊余震，那么在台北也感受得到，但是在所有其他几个灾区，由于还在抢救呢，任何一次的这种余震都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危机，任何还有一些生命迹象的，也可能因为在这个余震之中，或者是甚至于连抢救人员都发生另外一次生命上的这种危险，但是他还是在非常艰困的状况之下持续在冒险。另外我们现在也可以马上用卫星连线让所有的观众朋友看一下，在云林有 TVBS 记者侯雅玲来报道在那边的抢救的一些的最新的状况。雅玲，好的，今天虽然中秋节的前夕，不过在斗六镇中山国宝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的低迷，因为在下午2点半左右在这边挖出了一具女性的尸体。那虽然是如此呢，不过救援人员还是不放弃一丝丝的希望。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目前正动用怪手呢，在这边进行一个清除砖破砖残瓦的一个情况。他们希望呢，在这边进行一层一层的逐户的进行搜索。那刚刚在下午的时候，美方人员也到达现场，他们经过声呐的一个鉴定呢，研判这边90%以上是没有任何的生还者一个希望了。所以救援人员呢，目前已经在这边进行的一个地基的一个掏空的情况，希望在这边掏空以后呢，再由旁边的一个楼梯间进行打洞，进入到房间里面组成的一个搜索行动。而在现场还是有相当多的家属在这边引领期盼。而根据我们刚刚了解呢，在中山国宝这栋大楼里面有相当多的云林科技大学的学生居住在这边，不过呢，这些学生呢似乎呢都没有任何的音讯，因此刚刚救援人员也表示呢，希望有任何家里有任何就读云林科技大学的学生能尽快的跟家里联络，如果没有联络的话，也请您请家长们打电话给云林县警察局的勤务中心，跟他们报告这个讯息。因为目前据了解，目前在中山国宝下面有20多位民众还被埋在底下，目前救援人员也在进行抢救当中。以上就是中山国宝一个现场的情况，现在先把现场交给台北棚内主播。我们刚才一连串听到了好几个不同的灾情的状况，但是基本上都不是非常的乐观，尤其是余震还在持续，那么是不是还有人在生存，还等待在救援？我相信所有的救援人员都不会放弃。但在这个同时，过去将近有68个小时里面，我们今天也非常能够请到了3党在立法院党团的重要的负责人。那么这点是不是请三位来谈一谈？这立法委员林议员、李委员，就在过去大家都真的尽了很多的力气，但是很多人在问，是不是还可以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可以救出更多的人？但是在前面的24小时里面，似乎是相当的可惜了。我想这个真的是和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准备不充分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个那么多国际友人来帮忙，感到很温暖。我们看到整个国内的同胞的帮忙，也感到很温暖。那么多人送了粽子、米粉、干粮、水，很快的。大概如果救活出来的人，很快在活动中心就安置了。那各种宗教团体，很多人甚至送了棺材，送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跑了很多地方之后，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协调联系很不足。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政府单位不敢勇敢的领导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当然我想这大概我们台湾以前成品太久，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外国朋友他一个团队哈，比如说有这个动物，有狗来帮忙，有这个侦测器声呐侦测器，然后有结构的专家然后他还可以说这个角度能不能进去这个房子这样的倾斜度是不是危险还有医疗的专家，我们都有。那么我们的大概很快，大家都很迅速到各自到那个地方去，而不是由一个政府的单位很有系统的协调到那个地方去。那有地方，比如说医疗人员已经过多了，还很多医院的朋友都打电话给我说，如果哪一个地方还需要，也可以再去。但是呢，电视上看到也说哪个地方，就说医生说这个地方够了。好，类似这种情形的话，那我想大概将来我们在这个部分要马上来补足。是，您刚谈的其实也是这两天大家心里面一直在想的，整个的指挥系统面临一次这样的浩劫。当然浩劫有时候是真的不管你准备再好都难以去应付的，可是是不是还是可以相对的能够做到比较能够拯救更多的这种生命？这点请教这韩国瑜韩委员，我们真正在这一次里面学到了一些什么，得到一些什么血的教训？是我们向罹难者跟家属致哀悼之余，向外国友人跟国内的热情朋友致最高敬意。那么这个10个字可以形容这次灾难了，就是天灾不可躲，人祸可以避。那么百年来最大地震在我们这一代
21世纪来临前我们碰到，我们躲不掉。但是在人祸这部分呢，我觉得我们做得不够，我们该加强。那么事实上，在整个我们这个救灾体系，我们跟日本、跟欧洲先进的国家、跟美国，我们差距在50年以上，我们这个差距是可怕的一个差距。所以世界各国的有人那个救灾的人都到了台湾，结果发现我们自己都没有这些专家。事实上，只要平常我们稍微有准备就可以了。在这里，我想要用几个问题来代表我们这个问题的严重。第一个，我们在作战的时候，这个一旦发生战争，国防部立刻把这个指挥权交给参谋本部。那么跟战争几乎同级的灾难的时候，有没有类似一个中央防灾体系？像你县市长指挥、总统、副总统指挥、行政院长指挥，事实上我们严格来讲，通通不是专家，应该通通靠边站。那么多社团、这么多宗教团体去指挥，你一言我一语的话，根本没有资格指挥。一个中央防灾体系在平常就有没有建构完毕？是真正专家中的专家，这一群人。我们第二个，我们有没有一个真正消防学校？我们通通没有，我们所有救灾人员通通在黑板用粉笔所学的救灾。第三个，我们所有一场灾难，从预防、训练、演习、抢救、医疗跟责任认定赔偿这七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不够成熟。我想这个等一下我很多时间我愿意把它讲下来。简而言之，就一个重点，中央防灾体系成立北、中、南、东部还有外岛的块状的专业人员，在平常跟灾难时候，这个防灾体系的建立是当务之急。九二一之后，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这个防灾体系的建立是刻不容缓。你讲的这个防灾体系，实际上在日本这个阪神地震发生之后，我们整个的无论是中央、台北、都会、高雄、南北两市都派了人去好几趟去学习，就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但是我们在已经将近4-5年的时间，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任何的这种准备？我待会一点一点来请教，待会也请教这个郑龙水政委。我们稍微休息片刻，马上回来。同时，如果在整个的几个救援的地区有最新的，让大家觉得可能还有生命的可以寻回的，我们会随时把这个好消息跟各位报告。再回到浩劫后72小时，那在最后的这个72小时，还剩下这个4个小时之中啊，还能不能够从几个重大的震后的灾区里面救出来生还的人？东视 TVBS 记者梁时中也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做最新的一个报告。东市的灾情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到目前的统计呢，死亡人数已经高达480个人了。而且我们现在来到的现场呢，就是在东市镇的月宁里，在月宁里这个部分呢，已经有100多户的住家全部倒塌。而在救难人员呢，今天晚上也赶到这个现场，并且他们使用生命探测仪呢，来继续追踪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生还者，或者是死亡了多少的人数。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穿黑色制服的这些救难人员呢，他们特地是从韩国赶来的救难人员，并且呢，他们是从由这个台湾的长义集团，因为之前和他们有建筑的合约，因此呢，请他们来到现场来协助救灾的工作。我们也请到这位王先生，也就是负责担任这个救灾工作的这位王先生呢，来告诉我们他们整个救灾行动现在是不是使用生命探测仪来这个探测这里面的生命迹象，它的操作过程又是怎么样？是的，这个现在目前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说，目前那个下面还有压着，可能有2位，一个是妈妈或是一个小女孩。那我们经过我们的一个救难权的一个确认，表示下面已经有人在，不过因为生命迹象是我们必须要用这个生命探测仪做一个确认。那现在生命探测仪要怎么操作？生命探测仪就是说，去一个发射器，将一个声呐的一类似的波发射出去，另外一边会接收波，将人的一个脉搏的声音及他的呼吸声音会做一个整理或电脑显示出来，然后再由这个接收器来接收。是的，电脑会分析出来他的一个存活的一个比例，当到达一个程度的比例的时候，我们就认定他是一个有相当大的希望的一个存活率。哦，所以你们在今天探测出来有生命迹象之后，就会开始在进行开挖就对了。是的，假如今天我们确定说它的一个比例相当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想说今天晚上一个彻夜的一个行动，把它一个做一个解决。然后假如没有的话，确定是这里面的一个人员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时候，可能必须要明天早上要做一个再处理。
好的，各位观众，救难小组告诉我们呢，在目前月宁里这个地方呢，已经埋了有一对的母子，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探测出来他们到底有没有生命的迹象。不过除了这个地方呢，月宁里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住宅都已经埋在土石堆里面了，而这些救难人员不分国籍呢，都已经赶到现场来进行抢救的工作。以上现场最新情况，先把镜头还给彭内。谢谢世忠。不过所有的观众朋友可能看完这个消息之后，连续看了几则，心情是会越来越沉重。有这么多的死亡人数可能还在持续不幸的在增加累积之中。但是刚才我们在现场有三位立法委员，而且代表三个政党，非常重量级的在立院的重要干部。但是我要请教这个政委员，也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在将近五年以前所发生的这个阪神的大地震，我们大家都记得，我们的中央也派了好多梯次的人去考察，说要怎么样把这些技术来防范啊引进来。那么我们的南北两市也都派了大批的人去考察，但是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你不管是在其他几个国家，美国的这个，甚至于这个俄罗斯的，包括这个韩国的，他们都有一些的专业的器材。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发生这一次的大地震之后，发现所有一切专业的器材的全无。首先我必须代表新党立法院党团向所有罹难的家属表示我们最沉痛的哀悼之意。其次我们要对国内外所以这一次全力投入我们救灾的事情给予无比的敬意跟谢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希望各位现在围困的跟所谓受难的朋友，请你们要坚持，真的要坚持，不要放弃。我想我们国家跟整个社会，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们，希望你们听到这样的话。那么回答李先生的问题，其实这是很沉痛的一种回忆。我们在去年发生了普里大瑞里大地震，更稍早是梅山地震，在过去是阪神地震。但是我们来看几个现象。第一个，消防署在去年编了58亿的预算，准备好好推动相关的工作，被主计处删到只剩下15亿。前年消防署也编了专业人员的任用队伍，预算全部被主计处封杀。所以第一个问题凸显出来的是，政府根本只是嘴巴说，没有具体的行动，也就是政府根本轻忽了这些问题。由于政府的轻忽，所以专业的团队没有，专业的工具没有。你看我们连一只救难犬都没有，连生命探测仪都没有，何等可笑，何等荒谬。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整个指挥系统，刚李委员、韩委员都提过，我们到了灾难发生63个小时以后，才由总统府命令连先在中心新村成立了统一的指挥系统，已经慢了63个小时。所以中间军方的调度、国防部的调度、卫生署其他阵的调度，根本发生不了作用。很多朋友跟我讲，军中的海鸥飞机 CH-40C、老鹰、猎鹰这些飞机，如果能够指挥出来，很多现在的受难者跟受伤患早都可以被救出来。其次，军方的工兵营本来就负责抬山凿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紧急的指挥中心，这些士兵出去，很多现在的路可以抢通，我们的伤患、我们的死难者可以减少。所以整个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其实今天本来我不太愿意讲，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好好如何来赈灾。那么善后的问题跟追究责任的，我们是等以后再来替人民向政府算这笔账。不，您刚才也提出来了，在将近有60多个小时之后，我们才开始有一个所谓的这种正式全面性的统一指挥调度权的救灾中心。那么这一切，韩国瑜委员会、林玉云委员是可以，我们是可以做得到。我们13000块钱的国民所得，我们有1兆9000多亿的整个的国家总预算，不至于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些画面，来自于全世界各国，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有美国的，他们是很先进的国家啊，俄罗斯啊，他们也是相当先进在这一方面。日本，那我们也看到韩国也有这样的一些的专业的这种设备，而在我们台湾本身就是一个高频度地震的一个地区，为什么没有？我这里很多民众都在想问。我觉得太平时期太久了，麻木了，对公共安全呢重视了，已经根本就认为反正没有发生灾难嘛。像刚郑龙所委员讲的数字是确切的，那么这个预算被砍，那么人事行政局为了行政革新，各单位裁员，有的单位人力很充沛，还是可以看看报纸喝茶；有的单位像安全单位、这个救难单位，他人事紧得不得了，多一个人多两个人都到处求爷爷拜奶奶。那预算也是一样，中央财政吃紧，当然这个公共安全这个预算一报50几亿就被删了，只剩下10几亿了。这样你看，这个同样有40颗原子弹的力量打到台湾来，这个是地震。江南平原这个大地震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下一场灾难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如果我们只有侥幸的心，大概是下一世纪再来的话，那我们永远不需要准备，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就必须要立刻开始要准备，这是我觉得我们基本要做。同样一个灾难在积极的，如果今天发生在台北市的话，我可以在电视机观众面对电视机观众朋友，我很负责任讲，同样的地震7.2级在台北市的话，台北市要死100万人，而且在15分钟到20分钟之内。为什么？因为台北市是盆地，7.多级的地震，一旦不是人被震死了，也不是被楼给压死了，是各家各户的瓦斯管全部同时爆裂，所有的火一起烧，全部缺氧。因为缺氧，在15分钟、20分钟之内，有100万人会死亡。但是有没有人重视呢？消防署，我们在立法院把嘴巴都讲破掉了，但反正麻木了。一个飞行安全的一个鸽子，一个小鸟的问题，在飞机场旁边，连民航局都没办法取缔。为什么官说太多，连鸽子都没办法取缔？可以讲，我们对安全真的已经麻木了。2000多人的生命，上兆财产的损失，是让我们汲取的教训。我们中央防灾体系建级旅级的设立是非常重要，而且立刻要做的。这个麻木是一个习惯性的，麻木它是一个会传染的。如果说到今天死亡的2000多位不幸的罹难者，就能唤醒我们的麻木。在过去，从这么一连串的这种5年10年，从我们周边的一些的国家发展的这种情况，遇到强烈地震，那么所提出来，像刚刚各位讲说提出来的预算，我们得到的讯息说，就是没有迫切需要的。我们怎么办？各位，三位都是立法院的重要的代表民意的，我们还能够让这种麻木的情形持续下去？我想当然是没有办法让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哈。当然，包括即使在美国来讲的话啊，这所谓的紧急的救难的这拨款法案之类，在检讨里面都会谈到类似这样，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都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经费都是不足的哈。说实在啊，今天实在是本来这个重炮啊，本来我们是在立法院，我相信我们都有默契，一直把这事情实在是忍下来，要不是龙水已经很强烈讲，我们还是蛮含蓄。因为我认为在民间的立场，民间的爱心是很充足的，紧急啊，为了去罢班就送到那个地方去啊。当然，我们这个电视上不断的呼吁也很多亿了哈。那现场的那在那边啊关心的很多哈。然后即使啊死难的人啊，丈夫抱着太太的，母亲抱着儿子的，哥哥抱着弟弟的，很多这种情形，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很可爱。不是说今天在夸世界的时候，我们台湾的苦难特别多，是本来地震本来就是多。好，你像今年的土耳其也发生一个好几世纪来的大地震，希腊，那大概2个星期前，美国的佛罗里达也100多万人，因为那个大飓风 Floyd， 大飓风100多万人必须要逃离。但是呢，美国可能他们比较有经验了，那土耳其这也是没有经验。但是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以我们经常在有地震，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民间的这么充沛的。政府预算说实在也不是太不足了，说不过去。当然，譬如说我们要买很多飞机，这都需要的哈，那永远都不够的。但是就这个部分来讲，应该至少譬如说有一个机动的队伍，一个机动的队伍来处理这些事情的话，不是很困难啊。这样的一个训练，尤其消防署一旦成立之后，类似这种事情应该很快的。譬如说警权有嘛，我们有警权啊，那好像都没有听到说是我们的警权去探测生命。好，警权我们有看到警权来。侦测毒品，我们看过的。那这次好像是从日本来的，带着警犬这部分。那还有刚刚那些所谓的生命现象的侦测器，我们没有听我们的消防署人带到这几个地方。我们在立法院通过多少亿的、几百亿、几千亿的预算，这么一点点的几兆的东西。对，我们是很多兆，将近2兆的。
这个一年半的预算是不得了的，不得了的预算。就是民国八十四年，说实在，我这个讲一句良心话，是连战副总统是当行政院长时候成立的消防署，民国八十四年。但是我们给的消防署组织跟架构，我们并没有给他灵魂跟肉体。所以消防署成立了，离开了警察。以前是警察表现不好的调消防，有的是喝酒风纪出了问题，就消防署处理了。这个位阶提高了，大家都升了官了，各县市消防队都变成消防局了，每一个职务都升了。可是剩下内容肉体的部分，真的有效部分，通通没有建立。日本一年要花1兆5000亿，台湾一年只有花9亿多，这个比例简直，日本人在欧洲人，就是1000个老百姓一定有个公共安全人，我们是4000个对一个，我太多数据了。所以我们虽然还是在浩劫72小时之后，但是其实我觉得各位还是应该把一些真相让我们的所有社会大众知道，我们的真正政府在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这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现场来。再回到浩劫后72小时，原本在浩劫中我们应该全力的来抢救，但是经过浩劫的72小时，我们看到在63个小时之后，我们政府虽然也尽了全力，但是才成立了一个跨单位的一个抢救的中心。我们在现场三位立委，三个政党的重要负责人，那么刚才他们私底下也谈了说一肚子的怨气，那么但是基于都说抢救优先，可是他们也愿意来表达一下到底我们政府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以来，这点再回到郑龙水政委员，我觉得现在这个统一的指挥中心，事实上我们肯定，我们欢迎任何一股力量的加入，但事实上是不能由连先来担任总召集人，因为他懂，也许懂政治懂外交，但是他不懂紧急救难调度，所以会变成是外行领导内行，到时候我们担心会出更大的纰漏。事实上这个部分最直接的可以交给军方参谋本部，而且呢，军方的支援是最多的，他可以马上动用大型的直升机。我跟各位报告，为什么直升机昨天出动5架？因为是连先要去，所以有3架是载记者，1架载连先，另外1架载伤患。军方的态度是这样子，所以你没有人没有交给他的时候，他不会出动。工兵连我刚谈过了，工兵连如果一出动，很多路、很多高山或者障碍的地区马上可以开动。这样的话，我们的所有的物资、医疗救援、所有的人力资源就比较能够快速的到达。我希望这个事情，连先你真的要做一个智慧的判断。这个部分我倒是有不同意的意见。我认为连先生来负责这件事情的话，这表示在总统之下就是副总统最大的。理论上就台湾这个我们的政治体制来讲，是行政院长是最高的行政首长，行政院本来就应该要主动负责起这样一个责任。今天在南投县政府的县立体育场，由本来是高雄市的啊林宗生目前这样的这个内政部的次长来做前进的指挥官，我认为第一个实在是经验不足。他在中央的部会的那一种啊，时间不久才来到中央政府，地方上的人士我也完全不熟。对对对，然后呢，所以他要来譬如说他需要和军方的这个来联络协调的话，军方的人脉不熟嘛，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本来就是要部长以上、行政院长甚至副院长，最起码一开始要副院长，然后这个时候是已经还要再去赶下来，副总统是要的，没有关系。你总是可以指挥国防部长和那透过总统，你可以指挥这个参谋总长嘛。然后那天前天的话，这个总统府也召开这个会议，理论上整个军方都要动起来。但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不管在台北啊，在到处啊，云林在埔里哪里都可以看到军人，很多军人都在那个地方在帮忙，这点我们肯定。但是军人的，比如说这个飞机、海鸥部队，类似刚刚我们政委员所讲的部分，就是说整个的直升机队的调度这个部分呢。就是要有连院长，连总统还是行政院长这一类的层级人，至少一开始啊，应该是行政院副院长这样一个层级人，他能够调度各部会嘛。一个内政部的次长，他怎么能够调度其他部会呢？我想这一点是一开始就错了，好，但是现在已经有补救，就赶快把这些事情把它补下来。好，其实啊，连行政院长啊都指挥不了军方，你知道吗？后来我知道他们才把连先找下来，但是这虽然是一种美意，也是一种善意。我担心真的是外行领导那样，他其实可以居中协调，没有错。还有，即使到了这个60个小时之后，总统也一再苦口婆心的讲，不能再这样干了，你们一定要做到确实能够执行。但是在第一个12个小时，第一个24小时，
资金到哪里去了？我想副总统啊，国家第二把交椅的人亲自坐镇了，他并不是跟第一线的抢救工作者是一样的，他要协调各单位、各部会，还要做判断，掌握一个大原则。那么如果只有第一线的，不管是阿兵哥或消防署的话，单位之间发生冲突，横向联系发生冲突，没有个裁决者也是不行。我想副总统坐镇了，不能把他跟第一线直接抢救者作为混淆，否则就会龙水兄所讲的这个外行领导内行，这种现象一定会发生，这一点我想一定要考虑。第二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灾变之后为什么这么凌乱，又有军人，又有宗教团体，又有社会团体，又有消防署，就是将来我们回到立法院之后，我也建议我们其他两位党团的负责人，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往国家安全部这样的一个方向，这里面设立四个署，就是警政署、海岸巡防署、这个消防署跟飞行署，就是飞行安全的飞行署。在这个消防署系统里面，平常负责联络啊、争取预算啊、训练人员，到灾变发生的时候立刻变成中央防灾的，那么这个署长就当执行秘书，直接跟国家安全真正有执行能力，平常就是在这里，这个体系一定要建立。是，还是这样。我们在这个最近这一两天里面，也听到很多的灾民他们的一些的心声。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在昨天有些灾民提到了教育的问题，现在教育部长杨朝祥先生也在我们的现场电话连线。但是我们先看一段这个在中寮乡一些灾民，他们对他们孩子们立即碰到的教育问题的一些的问题，马上请杨部长来回答。我所关心的是咱的囡仔，因为咱的囡仔继续留在咱乡里，是增加咱的真侪危险性。所以讲，我希望向上级建议，教育部建议，是不是咱的囡仔会使迁去其他较无灾难的乡镇？然后我们中寮国小或是其他我们乡内的一些小学重新整建以后再回来。很多人都是因为失于抢救，父母双亡，留下嗷嗷待哺的小孩子，你叫他怎么办？以后小上小学长大，谁要抚养他？杨部长可不可以针对这些灾户他们所碰到的迫切的这个问题，孩子们上学可能一两个礼拜还可以，但是在这个一段时间未来几个月怎么办？如果他们认为就是到别的学校去上课的话比较方便，那这部分我们可以协调。因为我这几天呢、也都在中部地区跟几个县市的教育局长都已经见过面，那么他们认为如果说需要把小朋友送到别的地方去上课的话，这个部分可以协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有些地方呢，也许民众希望他自己的子女在就近来上课的话，那我们最近是准备把学校里面危险的建筑全部拆掉之后啊，然后在学校里面呢建制比较简单的这个教室，比如说帐篷或者是像货柜教室，然后在短期之内就可以上课。但长远呢，可能必须校园要重建。是，所以这部分我们都有一个整体的计划，目前呢跟县市教育局都在联系，那么准备呢马上就来进行。这是教育部主动的会跟当地受灾户居民来解释来说明的，是不是？原则上是由教育局来跟当地的居民来说明来解释，那教育部是做一个协调跟呢提供资源的工作。但是在时间上呢，当地灾户会问需要多久时间他们可以施行？我想现在目前很多灾户啊，他们就在自己的家园呢、因为要重建或者是叫这个抢救，所以目前可能他们也没有这个精力做这个事情。但是我想下礼拜开始的时候，我就可以请教育局的同仁开始做这方面的调查。好的，陶兄，我是顺便讲我的经验。林委员，杨部长你好哈。是，我前天在这个新庄民南国小，就是这一栋这个博士的家的这个地方，我看到因为很多居民就安置在民南国小，那后来这地方的这个社区妈妈书香协会的这些社区妈妈都来帮忙，他们都特别注意到。那我看到校长也来，就是他的学区嘛，他就来和这些家长讲，然后晚上把这些家长都安置在没有家的安置在光华这个活动中心之后呢，校长还率着他的主任亲自到那个安置中心，向每个家长、向每个小孩说：“啊，明天再来上课哈，都不要穿制服，没有关系，制服不见啦，联络簿、书本都没有，都不要带什么东西，就是狼来的后，人快快乐乐来的后，我很感动，不耽误时间，就不耽误时间。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教育局当然要去处理，那各级的学校的教育工作人员都可以主动的，因为小孩受伤最大，像他讲说 walking， 那还有心灵上的心灵上的辅导，让他看到
那个老师校长的话他很亲切，所以类似这样的话可以更积极的来处理。我想每各级的教育人平常就有这样的一个素养的话，好，当然教育局教育部要更积极的往后的比较长远的复健的计划要来处理。这是给杨部长一个建议，是不是？那个是学校本身没有受到伤害可以这么做，但是我去看过很多学校，那整个学校几乎都塌下来了，那学校里面的老师们他这光是为了学校这个整个校园的这个整建呢、啊，他们也忙得团团转，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要求学校这么来做，可是呢，这个状况也必须要就是说让学校里面的这个状况比较安定下来，因为那个学校里面不只是整建的问题，还有他校园里面的这个操场几乎是都是那些在那边住的这个居民呢、啊，受灾户也必须要配合。是，其实啊，其实我觉得杨部长，我是郑龙水啊，是。我觉得教育部呢应该紧急啊邀集各县市的教育局长啊。召开一个紧急的会议，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做了。这第一个，在礼拜第二个二十一号就已经做了。第二个，你们要尽速想办法把南投跟台中县所有的小学的学生尽可能的撤出，撤到这两个县市以外。尽管人数庞大，那么责任众多，那个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做，把它分散安置在其他的区域。因为无论如何，这一两个月内，那个地方都会有余震，都是危险区域。现在呢，你如果还在让这些孩子在当地就学，会增加他的困难。杨部长，是、啊、这个有困难，这个有的连家长都不答应了、啊。他有的地方他不是灾区、啊，没有办法。杨部长，不是灾区啊，这个。杨部长是，不，我想这样哈，我插一下话，我相信哈，龙水兄是一个好意。那杨部长讲没错，就是说你最主要是一个小孩是心灵的先复健。那我想这个固体的校舍如果有的破坏的话，也是让他们。比如说在旁边隔壁的乡也好，还是附近，先把它集合起来，先了解，再慢慢这有的部分要校舍要整件事要重新慢慢来的。铁皮屋啊，比如说有很多，我看这个西藏的这个流浪的这个难民呢、啊，他很简单就可以，很简单的方式也可以来教育这个小孩。我觉得杨部长如果听到刚才很多民众的声音，也把您的这个讯息转达出去，然后很快速的能够让他们知道，然后也让他们能够感受得到，我相信在目前来讲是最重要的。非常谢谢杨部长，谢谢。我们再回来的时候。也有当地很多的灾民在谈到他们的卫生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卫生署的副署长张宏仁先生也会来回应。我们非常高兴，现在政府的这些首长也愿意来直接面对的回应我们的一些受灾户。开讲浩劫七十二小时之后，我们刚刚听到三位代表三个政党在立法院的党团的干部负责人，我们也倾听一下民众对这一次浩劫七十二小时的一些的心声。台北县的刘小姐，请说。刘小姐你好。喂，我觉得哈，现在灾区的救援行动非常缺乏整合系统，像有些人带了几个睡袋、几瓶水就要跑去，这样子到时候反而是不是要跟灾区人抢食物呢？我希望他们能慎重考虑之后再跑过去帮忙，谢谢。谢谢。云林的刘先生请说。刘先生你好。哦，那个对于那些以沙拉油填充的建商哈、哦、微富不仁啊，我们要给他严惩啊。啊，那个政府各部会哈、哦、包括像国防部啊，他们那个延缓疫难征召，还有中油的那个延缓油价上涨都是很好的哦。那应该还要再更贴切人民的需要哦，还要注意人民一些教育各方面的问题啊。谢谢。我们三位这个立院党团的国民党、民进党、新党，他们都刚才已经针对这个建商，认为是必须要由他们来追踪下去。高雄的李先生，请说。李先你好，李先。喂，在浩劫之后，我想朝野政党或者政府以及民间都在发挥爱心，然后出钱出力。急难共护的时候，我想新党的郑龙水，今天我觉得他发言好像有点政治狂犬病的那种味道，我觉得很不得体。谢谢，谢谢。台北的易先生，请说。易先你好。生命探测器一台是要多少钱？政府无能嘛？要很多钱吗？那灾变现场为什么受灾后没有办法对外联络呢？没有电话就不行了吗？老百姓该向谁求救呢？好、哦，谢谢、嗯，谢谢。台北郑小姐，请说。郑小姐，你好。喂，你好哈，我想说趁这个机会，我讲述一下，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在那个
就是在南投地区往外圈哈、成立，就是我们那个接待寄宿家庭，那看看就是有没有民众愿意来提供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家里，然后给这些灾民住，然后这样的话在那个医疗跟教育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也是在那个附近的医院跟那附近的一个国小或者国中的学校，那可以安排小孩子。好的，谢谢台北黄先生，请说。黄先生你好。其实哦，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抢救啦。你抢救出来之后，人命最重要。我觉得在这边吵来吵去，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其实我们要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去支援我们的政府，然后赶快去救援，这才是真的。谢谢基隆马先生，请说。马先，那个有四点报告哈、啊。第一点，地震第二天早上啊，李登辉坐直升机到灾区晃了一下就回台北，他应该当时立即住在南投、台中的灾区，与不幸的灾民共患难，并统一指挥救灾。第二，他回到台北又对别人呼吁出钱出力救灾，自己却没有表示要出多少来救灾。第三，他当总统近十年，整个政府竟然没有应付大灾难的救难设备。大家看看日本、美国的救灾小组，他怎么来面对老百姓？谢谢台北黄先生，请说。黄先生你好。哎，大家好哈。其实灾前最重要是什么？预防。灾时最重要是什么？抢救。灾后才是检讨。其实现在大家，尤其像郑先生说。郑委员说：“那个不必说去讨论，就是说那个连战先生去当那个召集人并不好。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要全力的支持政府，一起去救人，所有的事情事后再来检讨。现在人命最重要、啊。”谢谢台中郑先生，请说。郑先生你好。哦，首先谈到的哈、第一个，我实在是搞不清楚三党的代表在干什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听到他们讲一句道歉的话。至少也要代表他们每一个政党向全体的受灾户道歉嘛。还有第二个，我敦请那个总统哦，在事情告一段落之后哦，解散内阁。我们的行动内阁显然根本就起不了作用嘛。第三，还有我们军方的确也出了很多力，但是我们军方有把目前全台产生这么大的灾难视成作战吗？谢谢高雄的孙小姐，请说。孙小姐你好。好好，已经耗竭72小时了。我觉得很可悲的是，我们到现在还在缺睡袋。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应该在事情一发生的当时马上就协调厂商先把睡袋先送过去？我们高雄这边的卖场睡袋已经全部都卖光了，全部是由我们老百姓去买，采购了之后再送到市政府再转送过去。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协调厂商买好之后直接就送到灾区？不，你知道吗？现在变成是什么？大卖场很高兴，因为他的货全部都清光了，甚至在运量涨价。还有就是灾区的这些停水停电的，我希望能够把老弱妇孺先赶快想办法送出来，送到有水有电的地方，让他们解决他们的卫生的问题。因为孩子在那。谢谢我，您刚刚提到这些卫生设备，我们在灾区的民众也提出来，我们听一些灾区这些民众的心声。然后卫生署的副署长张宏仁先生也会有所回应。厕所哈拢无，啊，要洗一个身躯哈拢侪困难呢。卫生设备不好，传染疾病马上就发生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咱这些受伤这些人，咱的政府要安怎来给他处理？咱遐死者放伫遐嘛无电，啊，遐尸体任由伫遐咧腐臭。这是在不只是中寮这个东势埔里，很多的在灾区的这个重大的一些的地方，都是有同样的一些的问题。卫生署张副署长，您回应一下。是，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这一次的事件呢，那么在这个现在已经快要72个小时呢，我想我们应该要做几个部分的这个分野。那么最前面的24小时，事实上是救灾救难的时候，尤其是人命啊，这个紧急救难最重要的一段时期。那么这一段时期呢，从我们那一天清晨2点开始，由这个署长呢，那么下令由全署啊，立刻在我们署里的办公室成立紧急救难指挥中心呢。那么我们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已经在当场发挥急救的功能，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全国同胞还是应该要肯定我们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因为他们是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之下完成第一波的医疗的救助。那么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从第一线的医疗工作人员回报，我们知道真正的重伤的部分的数字是急剧减少。现在我们看的病大部分都是一般性的疾病，也就是说灾区的医疗的需求已经不是紧急救难的需求，而是
变成第二波后续的需求。那么这个后续的需求呢，主要是属于一般的收容照顾的部分。那这个时候环境卫生啊，以及饮食的卫生非常的重要，要不然会产生传染病的问题。副署长，尤其灾区现在需求的是，比如说流动的这种洗手间、那么流动的厕所，今天我们已经协调环保署，因为整个这个垃圾跟流动厕所是环保署的资源，所以今天那么吴副署长也亲自到了埔里啊，那么在调这个流动厕所的部分。不过我是觉得说，在这个流动厕所还没有到之前，我想我们很多民众都有露营过的经验，也就是说我们对排泄物还是要有适当的处理，在没有流动厕所之前，这个是保持自己卫生一个很重要的准则。同时我们一再呼吁，干净的饮水、煮沸的开水、煮熟的食物是保障不发生传染病的最高的一个法则。也就是说，如果那个地方环境卫生没有办法达到最好的情况，那么您自己要有一个自保的一个法则。那么我们疾病管制局、卫生署的疾病管制局呢，在今天已经派了防疫车啊、消毒车，已经先下去到灾区比较需要的地方做第一步的消毒。那么我的了解是，交通情况比较好，像台中县，他们的卫生局跟环保局在县政府的指挥之下，已经先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消毒。南投因为交通的状况跟资源的调配，目前消毒的状况呢，还要明天再紧急调度进去。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现在比较重要的部分。那么我们整个疫情监视的小组也已经尽速在灾区，那么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呢，主要我也是呼吁大家说，在整个环境没有办法达到很满意之前呢，自己保持自己饮食啊，以及饮水的健康呢，是保障不发生传染病最重要的原因。受灾户本身自己也要注意，是。但是在这个72小时之后，也在明天，他们可能像您刚刚讲的说，环保署已经也做协调，可能会做一些的相关性的辅助。是，他们说明天流动厕所就会下埔里。所以明天我们也会倾听所有在当地的这个受灾户的，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领受到、感受到，或者是看到了这些流动的洗手间都已经到了这个现场。我们随时再会跟您，还有跟所有行政首长来联络啊。是。2100全民开讲，也非常谢谢各位每位最后的有一句话的这种时间，政委。谢谢。新党已经呼吁成立国家灾后重建委员会，而且成立灾后基金1000亿已经获得朝野协商的共识通过。我在最后要预祝，也希望现在受困的这些民众朋友都能够平安，你的家庭都能够和乐。谢谢。韩伟，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人，大概在不吃不喝72个小时之后，就靠自己最后那一泡尿可以再活下来。所以现在受困的已经60几个小时，的确是非常危险。希望菩萨保佑他们，也希望未来从921之后，我们整个台湾地区啊，中央防灾的体系建立是最重要、最急切的事情。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谢谢李伟。我想。灾区部分还佫讲帐篷、睡袋，吼，还是尿袋，还是水，还佫较欠。这几天过中秋节，若有时间的时候，不妨再捡物件来遐，吼，多少拢无要紧，这帮忙真大。第二，大家真烦恼，满世界我了解，拢烦恼讲厝无起来怎么办，贷款怎么办？我相信三栋一定会为了这个代志积极啊，来为了这个灾难、这个家园的重建这经费，或是几百万这个代志，含政府好好来研究。好，请大家先安心者，把这名声保持着。好，大家共同克服难关，超越苦难。谢谢三位。我们这边也特别呼吁很多的民众，在明天就是中秋佳节，有很多人可能还是自己家里团圆，但是有更多的人在家里已经没有办法再团圆，同时。也有很多人可能说要看热闹的心情会到一些受灾的现场去，千万不要去，拜托你不要去，否则所有的救援都会因为你自己的自私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呼吁民众们，不要自己因为要看热闹的心情去一些受灾的地区。同时我们2100全民开讲明天也会到东势跟所有的受灾户一起来共同度过。2100全民开讲，明天8点、10点跟您说再会，谢谢。谢谢。到现场去。到现场。